干这不行啊！啊？有路啊，但是太可怕了是不是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，就是没办法骑的那一种，可以慢慢放着下。但是如果不小心车子滑下去了，就买新的。对，这个只能慢慢放着下而已嘛。对啊。放这边，这边，然后过去一直带到那边，然后刚那个大哥他从那边前面又再下去，所以前面不知道长什么样子。哦，看起来有路哎、欸，他就是真的有人这样，感觉是从绕过来的。看，这真的是人骑出来的吗？这个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一定是有车子骑出来的。我靠，要骑到骑出这种沟这么深呢、欸、？My God。高手都是这等人，哈哈。神经病。哎呦，蚂蚁！但我们不是那种活蚁，还好。哎呦！这个要怎么掉头？拖到这边。